我们今天在公司 JFC Production， 我要来揭晓刚到的一个新玩具。这个玩具呢非常的独特，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个玩具的，因为它是我专属的圣索吉他。周信廷老师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开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。听说只有一把而已啊。只有一把？对，被置换了。对，完全所有的细节、所有的图案跟原厂共同创作的哈。阿龙老师，哟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我要目睹这神奇的一刻。对，因为我没有想到，就是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一把这样子的吉他。虽然我现在还没看到，但我大概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我非常的兴奋。这不只是空运，而是那个快递，亲手快递。感谢这两位美女，他们是新加坡的 David Guitar， 专门把吉他送到台北的录音室来给我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很像古代的时候那个镖局，有没有？就是对，他们护送是专人护送，然后不管是你的宝物还是你重要的人，镖局。我现在心情有点紧张，因为我记得从2019年3月就开始在设计这把吉他，然后跟原厂在沟通，希望有什么样的元素，用什么样的一些材质跟颜色来打造这把圣索的武器。我现在有点紧张。他那个盒子是 carbon fiber， 真的假的？这也是我挑的哦，这也是设计的一部分啊。Carbon fiber 啦，我们只能说，我真的是把所有的热忱跟专业投放在这个特别的武器上面，因为我们正在跑我们的圣索巡回演唱会。我希望当我背着这把吉他上我的圣索舞台的时候，那个圣索的光芒可以感染我们每一个人。哇塞，好吧，来，太好了。好，请下音乐。应该有一个扣子吧？要按那个吗？要推那个？有吗？有，可以，再一次，请下音乐。签名，有没有圣索的 logo？ 圣索，大圣索，小圣索，接蓝，接蓝。我对这个有被吓到哎，这也是特别漂亮。哪有人这边是用木头做的？木头啊，配金色啊。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个也是用木头，这也是全部刻字化，全部必须，包括这个。透明的黑啊，这最重要是后面那个字，后面那个字。那准备来看后面。哇，那个，这木头也是老板特别。哦，我那时候看照片的时候就有一直看这个。对啊，第二张特别漂亮。然后他还帮我把接替的 logo 用珍珠刻上去。Private stock, one of one, specially made for JJ Lin.我为了揭晓这把吉他，我今天特别打扮，穿了很亮的颜色来搭配它。谢谢你，他连这个旋钮都是细致，在白的木头上面染蓝色，而且一般吉他也很少旋钮会是用这边会，对，一般都是金属，不然就是塑胶。哇哦，哇哦。珍贵的一把玩具，闻一下，闻一下，味道哎，真的是木的味道哎，它一定会是木头的味道，还有烤漆的味道。Century X Private Stock 刻字化，然后下面是我所有挑选的这把吉他材质的细节、质量。
DRS 本人的签名。Thank you. Thank you guys. Amazing work. Thank you so much. Appreciate it.